BTS 晋升为 Gucci 全球品牌代言人，八日官宣也发出多张晋身穿品牌华服的画报。品牌创意总监表示，兼温暖和善良的个性非常具有吸引力，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，能够吸引全球粉丝并带给品牌灵感，对于后续合作充满期待。而晋今后作为 Gucci 全球品牌代言人，将为宣传品牌创新精神参与各项计划和活动。晋的个人高奢代言让粉丝们也很兴奋，不过韩网论坛却传出晋首次品牌活动无预警取消的坏消息，据传可能是因为受到队友 Suga 酒驾影响，品牌或许考量到近期舆论的负面声浪，所以暂缓了品牌活动。粉丝们也希望晋个人代言可以不要受到团体其他成员争议的影响。